大家好。今日星期日，又系我哋信仰分享篇啦。诶、嗯，今日我会接续翻前两次所讲嘅。嗱，前一次我所讲到有四种或者系四个阶段嘅基督徒。咁而上一次咧，我就就住第一种，就系系咪有冇事佢都唔会揾神噶。因为佢除咗佢自己之外，佢觉得可能系觉得顾掂咗自己先啦，或者系话揾食啊，或者一个各样即系搞掂自己先啦，先至去理宗教嘅事情，或者系话呢个信仰或者系主耶稣咁样。

能够同呢个神去有一个沟通啊，无论你系为咗求嘅咩都好啦，诶、呃、诶，为咗、呃、可能有病啊，希望能够得到医治啊等等都好。咁、嗯、但系咧，第二种嘅基督徒或者系第二个阶段，佢系停留咗喺呢度嗱。呢、啊、一、这个阶段系冇可厚非嘅。好、啊、多时候，一个基督徒嘅成长历程里边都好多时候会经过呢个阶段，但系唔可以或者唔好停喺呢个阶段。如果停喺呢个阶段咧，其实系好可惜嘅。

都有神嘅，可以話嘅成分喺裏面，即係叫做，因為佢有时都會識得去揾神啊嘛。咁、嗯、有啲人係就雖然上咗主，但係有时都未必會会揾神嘅、哦。咁、嗯、呢、这個係都佔咗好多好多人係咁嘅。今日誒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提摩太前書》六章八節至到第十節嘅，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但那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络 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欲類，叫人沉在敗壞的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財在，就被引有離了真道，用許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嗱，呢度所講嘅就係貪財啦。咁但係其實人生有好多嘢都係會令到我哋引有離了真道，用許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都係歸納喺呢一個階段嘅。喺坊間。 好多時候，我哋都有好多詩歌，就係講到神嘅祝福啦。喺患難之中，神係點樣保守、帶領我哋啦？佢點樣去關愛我哋啦？無論心靈、身體，我都得到佢嘅保守啦。咁呢、这個係冇後非嘅，真係喺基督徒嘅成長裏面，啊！我哋都有一個嘅国歷程嘅。喺第二個階段，我哋会可以話建立對神建立一個信心嘅時候，其實聖經裏面，阿巴拉罕都係噶，有好多數年嘅偉人,伟人之前前期都係咁樣嘅。 係嘛？可能都要經歷過一個階段、就是，就係哇誒、呃，當遇到艱難嘅時候，向神嚟到呼求，然後得到保守帶帶領，或者係話誒點樣嘅醫治，跟住過咗嗰段時間，佢對神就更加增加咗信任，再有大一啲嘅信心，再去往前啊。所以这个呢一個咧係無可厚非，不過千祈唔好停留喺呢個階段。當呢一段嘅經文，嗰啲人咧，尤其當然佢唔單止啊嗱，我而家借用呢一段經文所講嘅。 就再推移广而廣之咁解啫。呢段經文所講嘅，佢哋更加嘅就係發展去到貪愛錢在。咁我第一間亦都會講一啲嘅例子啦。有好多時候唔明顯嘅，真係我亦都唔夠膽咁樣講。好多嘅基督徒啊，你你即係講話咁樣貪愛錢在，咁不得了喎、啊，係咪先？你話話人哋咁樣係咪？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咧喺連日裏面咧，其實一點一滴咧就可以將我哋沖咗去。 啊，好似西咁樣，西墨子個主都話啦，啊，撒旦好似西墨子咁樣西，將我哋西走。喺好耐以前啦，有個弟兄一齊聚會，一齊青年聚会，我唔知佢會唔會有機會。不過呢、呃这個頻道或者係話，尤其是星期日呢、这個信仰翻入邊就唔多人睇嘅，我諗佢都未必睇得到嘅，即係未必會睇到，未必會關注到。咁咧嗰陣時大家都好好傾嘅，嗰、那個弟兄即係我都成日即係有陣時會即。

佢話：佢係公知識嘅，當其時係微信主嘅咁咁咧，就都幾靚女嘅。睇见嗰個女仔，我覺得似乎佢得到咗佢所要嘅嘢。咁呢個大兄就講一句背景啦。佢其實係喺你諗下喺成二十幾，咩到卅年二十幾年前，佢其實已經係即係屋企係叫做小康啦，可以咁講，但係都已經都幾好噶啦。我覺得都佢爸爸會買斷咗一層樓。嗰當其時二十幾年前喺荃灣。 誒一個即係屋苑式，差唔多嗰陣時都可以講下豪宅式嘅啦。即係全全嘅一啲屋屋苑豪宅式有 cup house 咁樣嗰屋苑大堂咩先鋪雲石啊，之類嗰啲啦咁樣買斷咗。咁佢自己做會計即係會計師咁樣咁其實真係無憂嘅嚇。咁啊自己又我記得好似嗰陣時都嗰陣時佢話兩三萬啫，三萬幾一個月咁樣咁上下啦咁。 得閒無事又話，即係佢以前啊，以前佢話喺佢外國嘅時候咧，咁啊中意食下雪即係冇乜參加聚會嘅時候食下雪卡啊，咁啊飲下紅酒咁，咁嗰啲生活嚟。雖然都廿廿幾歲，咁佢哋同行係咪？都識得識得享受一下咁咁樣。廿幾年前，我覺得都很好好㗎啦，佢個環境。但係就係因為嗰個姊妹佢覺得唔適合，咁佢就即係、就是、覺得好受傷害啦。咁亦都唔唔想聚會啦。咁。 之後都問佢、啊，有冇再再翻即係聚會？咁你而家就算你唔喺翻呢一度聚會，你咁你可能喺出面再再聚會咧，或者自取或者係揾其他。咁佢都冇冇聚會如果我冇記錯，佢之後都冇冇再聚會。咁而家唔知啊，而家唔知,知，因為我都好耐好耐以前啊嗰、那個婚禮之後都似之後都見過一次兩次咁樣嚇、啊。我覺得好可惜嘅人生呢一啲嘢。 就係能夠即、就是、好似擺喺個天秤裏邊，誒、嗯，相對於你嘅主、你嘅神，原來你看重嘅或者係一啲合理嘅嘅需要咁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咩咧？另外一個例子誒、嗯，我識得嘅有一個弟兄姊妹啦，佢都參加咗一段時間聚會嘅啦。佢都幾耐啊？佢誒年紀比我大十年到嘅係咁，佢比當然比我早信主啦，咁樣都都幾多時候喺教會嗰度服侍。咁樣兩兩公婆咁。

佢覺得點解神唔幫佢去處理，唔幫佢去解決嗰個困難，所以佢就離開咗啦。啊，呢一個咧仲更加誇張。佢離開咗之後，甚至乎咧就後嚟翻咗大陸啦，翻大陸做生意，到而家更加啦喺上面開晒廠，之如此類咁樣，做得好成功嘅一個生意人，好成功。但係喺信仰上面，佢可以話完全係離開啦。 佢喺屋企裏面擺放，或者喺辦公室裏面擺放好多嘅一啲偶像嘅嘢啦。佢甚至乎有一有一次我，我、就、哋、是、上佢屋企，即係上佢喺內地嘅別墅啦，咁樣去去住嘅時候，佢同我哋講：，係、哎、每佢每次咧就放生嘅時候，即係佢放佢佢佢個別墅前面有湖嘅湖佢話我每次放生咧就就有一大筆生意噶啦，咁樣就接到一大筆單噶啦，咁之類。 诶，当当然啦，我哋系后辈，严格上嚟讲都系后辈咁样，即系好似唔方便讲咁多。我哋有后辈咁，咁但系睇见佢亦都系好可惜。冇错，你生意做到好成功，吓嗰啲单做到吓、啊、开开嗰啲厂越嚟越有规模，一间两间咁支持，一路咁开，成、啊、个生产线咁样，唔同嘅厂，成个生产链都俾佢开鬼开开开开埋。咁但系系就系咪为咗呢啲咧？虽然今日引用到呢一节嘅经文，但系。 唔单纯话发财，唔单纯嚟贪恋钱财就离弃真道。有好多人系为咗严格上嚟讲，我讲诶第二个 case 咁样，第二个例子，严格上嚟讲，你唔可以话佢因为贪财啊，佢可以话我唔系因为贪财，系因,因为当其时神冇帮助我，所以我对神失望。但系喺呢个阶段嘅某程度上就系停留咗喺呢度。佢有所需要，无论你呢个需要系啲乜嘢。

呃、姑且對唔住咁樣講，有好多基督徒係咁樣的，即係當你病嘅時候，佢好好希望得着神嘅醫治，然後神醫治咗之後，啊感謝住哈利路亞咁樣啫。誒聖經都有㗎，係咪？主要醫醫治咗十個，係咪？翻嚟幾多個會識得感謝有九個唔知道走咗去邊，係咪？咁就算你話識得感謝，你之後係冇咗下文㗎喎。有啲係咁㗎喎。誒、啊、作为一個例子我我哋知。 我好好耐以前咧，就同班弟兄姊妹探過一對嘅夫婦。嗰對嘅夫婦經歷咗好多嘅啊。我唔之前有冇提過？唔記得咗。經歷咗好多嘅啊，有好多嘅病痛啊，有諸如此類咁樣。當我哋去探佢嘅時候，點解要探佢？因為佢已經冇翻聚會啦啊。咁但係我當我哋探佢嘅時候，佢講到眉飛色舞喎。哇！咁、嗯、啊，神啊點樣醫治佢？神啊點樣解救佢？咁咁咁咁咁。但係當佢一路越講嘅時候，喺我心裏邊同時間泛起一個問題：咁點解你今日你唔？ 已經唔再去信，或者唔再翻教會咧咁樣。誒、呃，當然嗱，我唔係將翻教會等同於你係咪繼續係喺度信信呢個信仰或者自自類咁樣。我唔係等同於。但係即係嗰對頂之妹就係、是、已經係疏離得好緊要。即係對於同主耶穌之之間呢個關係疏離得好緊要。呢個係第二種嘅基督徒，或者係第二個階段嘅叫基督徒。我覺得係好可惜嘅。 即係等於我我曾經有一個網友同我傾过偈，我都同佢咁樣講過。咁我覺得誒、嗯、真係好可惜嘅。如果你知道有一個名人或者係話，譬如英女王咁啦，係咪佢係可以幫到你嘅？佢係可以即係、就是、當然係，例如好似而家咁樣係咪？大家搞移民嘅時候咁樣，係佢係好容易地佢、啊、只要伸一伸手或者係話打聲招呼，即係佢嘅能力可以去到咁樣。 或者系佢好好慈爱嘅，你知道咧？诶、呃，你揾亲佢倾偈咧，佢就会听你嘅，会会会会安慰你咩性嘅？咁你系咪真系有事先揾佢咧？系嘛？所以你话系咪好可惜咧？如果神系咁慈爱，系系咁充满住大能嘅，而我哋今日就只系有事先揾佢，其实我哋某程度上系好蠢嘅，系咪啊？我哋系好笨嘅，即系叫做呢、这个叫咩啊？咩捉到鹿唔识脱角，系啦，捉到鹿唔识脱角，即系你。 你擺到明，你你你，哇個寶嚟噶嘛？你你你，你居然都、啊、就咁由佢失去咁樣啊？喺呢一度即係同大家講。雖然我引用嘅經文係講到就係話，即、就、係、是、我哋唔好俾好多嘅或者係呢度所講嘅钱财去迷惑，嚟離棄咗真道啊。呢度講嘅因為第二個階段啊，當然第二個階段因為比較負面，變咗講好多嘅負面嘅嘢，但係都想帶到帶翻去正面。其實就係我哋有衣有食就當之足。 其实再上一节佢甚至会话，因为我哋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诶、呃、去咁样。喺我们人生里边咧，有好多嘢，正如第八节讲知足啊，知足。咁、嗯、你话、哎，我冇冇冇冇冇得，即系嗰个心而嗰个纸碗冇咗，咁点知足啊？咁样系咪？你要知足，知足咧嗰、那个重点咧，唔系在于安于诶够啦咁样，那个重点唔喺呢度，那个重点系。

好似等候咗十三年喺姊妹呢件事情上面，神量俾我嘅，冇按住我所求嘅。嗱，当然啦，我所求嘅其实我当其时都唔知道我所求乜嘢，我当当其时，但系然再讲就系、是、我当其时求嘅亦都唔系单纯话系中意嗰个姊妹而求嘅啫，唔系咁样。咁、嗯、但系总 anyway 总之就系、是、我都受咗伤害，我都觉得哎呀得唔着啊，点点点啊，或者点诸如此类系咁嘅。 咁但系我反而当经历完呢十三年嘅时候，我更加摸著更加看重嘅就系、是、我嗰个宝贵嘅最宝贵嘅就系我嘅神，我嘅主系佢要我等嘅，所以去到尾嘅时候，我点诶、呃、我系情我系乐于就算你要我等到五六十岁我都等啊，我好开心地等，好喜乐系啊。当当其时系咁样咁诶呢个呢、这个日后再讲，所以系噶。

神为俾你预备嘅行业职业唔系最好嘅，啊咁你话哇咁恐怖，但系最适合你嘅，系啊。我嘅姊妹吓，我够胆讲系最适合我嘅，系啊。但未必一定系我认为最好嘅咁样嘅，系咪？但系当我去亦喺主里边去接受最适合我嘅时候。 或者係話有陣時都幾難啃㗎嚇，即係好似一杯苦茶咁樣，話你飲去好苦啊咁樣。但係嗰個係最適合你嘅。但係當你肯接受嘅時候，你就會睇見，你就會 d 到嗰個係對你係最好嘅咁樣啊。即係即係當然呢個好係要嚇係、啊、要細味嘅。誒、呃、好啦，咁今日分享大致係咁多啦。記得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唔好停留喺呢個階段。如果我哋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同我哋離開咗其實冇乜分別。 啊！你決咗決咗字上咗主之後咁樣離開咗，冇、啊、繼續冇繼續同呢個神發生關係，或者話话你 kick 喺任何一個途徑裏面，然後離開咗，其實一樣、啊、都係、啊、到主翻嚟嘅時候，或者你到你墊佢嘅時候，嗰、那個評價都係一樣咁、啊、所以我哋唔好甘心停留喺呢個階段，繼續、啊、即即正如我頭先舉到個例子。

越过越可爱，最后我哋感谢你，求你得咗我哋嘅心，叫我哋越过越爱你，明白你。我哋好多时候对你有多嘅误会，求你饶恕我哋，求你嘅手唔好放手，握住我哋，带我哋继续嘅往前。感谢你听我哋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命求，阿门。好啦，今日上分享边到呢度啦。好啦，再下一次见。 恳求你。